哦，今天不行，我今天打算回家去看看我妈妈。改天吧，啊。嗯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Hello，Hello，美女。您好，先生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我们加个微信呗，认识一下。来来来，先生您喝多了是吧？这样我让工作人员给您叫个车，给先生叫辆车。啊，你也是这儿的？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们这儿的酒是知道哎，所以这服务人员啊，这服务得跟得上啊。走，我请你再喝两杯。哎，是的，这服务，来帮你叫个车，帮你叫个车，你这边请。你讲什么请？帮你叫个车，我用得着你叫车吗？我今天点了很多酒请客，那么我叫美女。 陪陪我，您喝多了啊！再喝两杯，行不行？先生，走，美女，先生，您说多了，不得，先生，你这边有监控，请您自重一下，好吧？没事的，哎，对对，扶一下先生，好吧？我跟你说，我能保护你的。您先把手放开。我投诉你们，我跟你，哎，先生，您先把手放开。我投诉你们，我跟你，哎，先生，您先放下。喝两杯，你放开，放开。 谢谢啊，不是说把事情说清楚了就能走的吗？妈妈，把你知道的事情如实跟警察说，剩下的我来处理。别怕，我陪着你。嗯。阿姨，交代一下情况。哦，同志是这样的，我今天去宾馆看我的女儿，我就看到一个醉烘烘的男的。 对他拉扯的，对他，我，所以你就打了他。哎呀，这种时候，对吧？不可能，我肯定得上手啊。妈妈，从监控上看，您是拿的东西打的他，您交代一下拿的什么东西？啊，我用的是这个，我一着急我就，哎，妈妈，穿上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记得吗？ 这双鞋是你去年给妈妈买的。那为什么不找警察呢？为什么不报警啊？哎呀，来不及呀！我现在说的慢，当时快呀，对吧？我有人欺负我女儿，我女儿是信任你的老板，她要封堵，不好动手。那我肯定得出手啊！哎，等你们来，她受伤了怎么办？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阿姨，你冷静一下啊！等伤者的验伤报告出来之后。 就知道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了。刑事案件不是犯罪吗？我要坐牢啊！可是当时是他们先欺负你的呀！我。 没事的，妈妈，没事啊，妈妈，谢谢你，谢谢。 慢说。姚总来了，你说他们会不会有事儿啊？别担心，是他们有错在先，我来处理。你去那边坐会儿，我去做个笔录。哎，好嘞。这是谁干的？哎，那个老太婆的，你看到把我打的啊？不是破了就是淤青了，我要告他。你好，怎么借也不说话？什么借也不说话？起来，不是你谁啊？啊？干什么？
哎，警官，警官，那个是这样，你看啊，我这伤呢也不太严重，哎，就没什么大事了。其实我们原本就是一场误会，我觉得要不这事儿就算了吧，啊，那不行，啊，医药费我们还是得出，啊，没事没事，这都小钱儿，那就互相确认一下口供，哎，来吧，你也来啊。妈妈，我先去一下。哦，来，坐啊。哎呦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叔叔阿姨，听说阿姨用拖鞋飞了个人。啊，不是皮鞋。反正是只鞋嘛。没想到阿姨还是位练家子，佩服佩服。什么叫练家子？我也不懂。我们姚总想的比较周到。提前叫我去买了双鞋带过来，怕您没有鞋回家。哦，我鞋啊，鞋在。可能是我们姚总以为您用鞋飞人，把鞋飞丢了，就叫我去买了双鞋过来。哎呀，没飞，那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大妈，没事了，我们走吧。哦，哦，这样。刚刚谢谢你啊。没事。先送叔叔阿姨他们走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我去开车啊。你这以后得小心点了。为什么？中国功夫啊，这基因里面都会遗传的。烦不烦？你说你忙前忙后付出这么多，人家陈欢接不接受你这心意都不知道。无所谓，事事讲究回报，那是职场。欢欢，对不起啊。妈妈又给你惹事儿了啊！妈妈，我们回家吧。我说，我们回家吧。我跟小枣一起，我们回家。下次给刘阿姨，记得买一双带铆钉的鞋。要不说你是老板吗？